行李箱忘记密码怎么办？教你30秒破解。如果是这种三位数的数字密码锁，在旋钮下方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凹槽，第二个第三个都可以看到。我们先把凹槽旋转到同一个角度，接下来进行第二步调试，这三个旋钮向同一个方向，向左或者向右拨动一格，然后再试试能不能打开。如果不能打开，继续向这个方向再拨动一格，如果还不能打开就继续拨动，这样最多不会超过8次，密码箱就能打开了。没学会的先点赞收藏。